别折腾感冒了。你放我下来吧，我能自己走。你哪来的这些照片啊？我前两天去了趟尊南。这张照片是思清她妹妹周岁的时候拍的，那时候思清已经很懂事了，知道要照顾妹妹。她呀，从小就没让我费过心，不像她妹妹闹腾得很。啊，前面都是她妹妹的，这些才是思清的。穿什么？这么傻马特的照片，你挂这儿干嘛？镇宅辟邪，相框还有很多，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填满。眼前人给我最信任。我先去洗澡。